来打击，像跟着小朋友伙伴一起来打击。各式的音乐，20年过去了，泰国之打依旧非常火红。无论我相信，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喜欢。无论是实体的街机，还是各种家用的游戏，都少不了泰国之打的身影。那么今天我们很开心，特别邀请到我们泰国应援团的团长阿布塔利亚，要带着我们的泰国之打的小朋友一起来我们台中竞赛。好，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泰国应援团团长阿布塔利亚。欢迎我们台湾的记者，我们一起来到新春的路上，跟我们的泰国之打的小朋友来到路上。那我们先来请我们阿布塔利亚跟现场朋友打个招呼。好，马上来访问一下我们的泰国应援团团长阿布塔利亚。在今天的开球啊，你有没有特别做什么样的准备？我其实每天在家里玩泰国打人，然后练手臂的。有训练力量。对，这样。借由泰国的打人这样的练习。好，再来，身为泰国应援团团长阿布塔利亚，我们用简单的一些概念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一次泰国之打人东东的营地有什么特别好玩的地方？就是有两人四人都欢迎大家一起同乐。好，再来，接下来我来问个就是很关心，因为来问一下现场没有是阿布塔利亚的粉丝，非常多非常多。那来问一下阿布塔利亚近期有没有什么新作品，或是公开的作品非常喜欢的朋友来发表一下？好，看一下
大家。